我家那个铲屎的天天想要嘎我的蛋，你说他脑瓜里是不是有点大病？他说俩铃铛是摆设，跑步影响速度。哎，我的蛋我自己做主，老子誓死保卫自己的蛋，谁要敢摘我的蛋，老子就用我磨了800遍的金刚狼无敌猫猫爪，我给他脸挠成土豆丝。想嘎老子蛋，再等100年吧你。